漫步，逢星期一至五六点至八点，主持啤李林康正，同你分析时事，狂追猛打。好，翻嚟第二节嘅啤李漫步，好啦。嗱，我覺得今日咧，大家咧真係咧唔好俾條題搞錯咗。嗱，就係關於個錦屏街開槍事件，我哋講咗幾日啦。嗱，呢個死者包兄咧就話咩結果，我哋都願意聽嘅。啊 ，OK， 喂啊，首先咧去到今時今日，你唔係咁講，你仲可以點講咧？嚇、啊，第二咧就係咧，喂，我覺得呢個死者個阿哥咧，即係呢一個啊死者大佬啦，即係嚇。喂，佢作為一個匿名啊，我唔知佢做乜嘢噶，可能唔係我哋諗到咁匿啦。喂，佢講嘢咧都幾圓潤嘅喎，所以我覺得特區政府啲官員如果學到幾分都認真唔錯。嗱，死者包兄對一哥嘅回應感到滿意，回應係咩話？即係話咧建議死因裁判庭盡快。去啊！召開死因聆訊，嗱、啊，佢就話都滿意嘅，佢肯關注呢件事，同埋展開公平調查。咁我哋會覺得，喂，你會唔會狗啊？跟住就話啦，喂，我理解到開槍警員壓力好大啊，道唔道歉咧，等佢自己判斷啦啊。不過，喂，我啊問咗屋企人，究竟當日個事情係點樣嘅時候咧？希望將來嘅言訊結果咧能夠解答到啦啊！嗱，其實咧佢又未至於面裏針，但係佢就唔需要惡形惡相去話你啊！咁我覺得咧呢啲咧都真係要學噶，屌你下下，屌你無恥卑鄙，屌你老母你別有用心，冇意思啊！如果你做啤你漫步啊，屌你老母係嘛？好啦，嗱呢單嘢咧嗱，根據佢講噶，首先要咁講啦，他建議蕭澤怡話死因裁判庭盡快開庭去研究死因、言訊嘅死因。咁、你都知道原來係未開庭言訊死因啦，係嘛？咁點解包括你在內，包括我前晚講嗰、那個即係事發之後嗰、那個警司啊，可以即時話你呢啲警員喂完全係合理合情嘅啊？好啦，其實可能真係合理合情，我再講多次，你都喂。等件事消化一下先啦。就算合理合情，可以分兩樣嘢噶嘛。啊！喺唔夠裝備、唔夠資源之後，啊就係咁噶啦。啊！唔係你點解會唔夠裝備、唔夠資源？唔係嗱，首先嗱，我哋逐樣講先。咁你首先咧，合理合情咧，係咪咧？喂，真係有個程序你要去調查噶嘛？你冇理由咁快可以 respond 到㗎啊！第二嗱，如果嗱我真係唔記得啦。如果你話唔夠資源咧，呢、這個我就覺得係 bullshit 嘅。因為點解咧？喺歷去過去幾年入邊，公務員冇人工加又好，乜都好，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佢仍然係一嚿大錢，幾十億俾佢哋咁樣嘅警隊。嗱，而咧我有網友提我喺佢哋接到個 order 趕去現場嘅時候，譬如喂係咪都可以上裝備啊？有好多嘢噶嘛，有鐵甲龜龍又成嘛？我當你冇嗱，今日咧死即係尋日死者嘅大佬啊，講得好清楚啦。佢話全家人一直一齊住嘅。細佬係做油漆工作，同老婆結咗婚十年，7、8、9年前開始患上思覺失調。半年前，細佬因為受到病情同埋藥物嘅影響就冇做嘢，但係每個月咧都要覆診一次同埋打針嚟改善病情。啊，要靠殘疾津貼同埋單位分租去維持生活。雖然為人好慳儉，但係停工後咧生活都捉襟見肘。嗱，其實咧真係好大鑊。你一有呢啲咁樣嘅精神病咧，我真係唔識啊！我未有精神病啊，或者我有咗我唔知啊。你如果係去睇精神科醫生，政府嘅咧，輪候嘅時間、見面嘅時間、用嘅藥，喂，其實咧係咪達到即係我哋社會嘅需求？我好懷疑啊！我好懷疑。喂，好啦，案發嗰刻，阿哥唔喺屋企，佢同媽咪了解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在屋企向記者還原案發位置同埋經過，佢話當其時細佬兩公婆同埋媽咪三人喺間屋入邊，細佬先喺個客廳拳打腳踢個老母，弟父咧就喺房入邊衝出嚟制止，就俾佢細佬打埋，因此就報警，目的係希望警員協助同埋將細佬送院。嗱，佢之前都報過警啊，以前 OK 嗱，呢個佢哋嘅目的 OK 好啦，據了解。
三名衝鋒隊警員將母親救出單位的時候呢，就手持長棍和盾牌在屋外的鐵閘走廊。嗱，呢度呢，我唔知佢有冇啲咩鐵閘嗰啲咩啦。喂，原來你三個人，嗯，有盾牌，有棍。嗱，咁就件事又唔同咗咯喎，同我第一日講法。嗱，呢個佢而家喂三個人，有盾牌有棍喎。咁呢一槍係咪 necessary 咧？或者係咪好合理咧？我都懷疑咯喎，開始三個人喎，除非你咁撚登州咯，三個差佬啊。好啦，細佬咧就喺近大門嘅廚房對開。期間大閘鐵閘是打開住嘅，即係佢手可以隨時衝出嚟嗰種，係、佢阿哥話懷疑細佬係見到警員後反而受驚，於是乎走入廚房就攞出把菜刀。啊、警員見狀就喝令幾聲，叫佢放低武器。OK， 佢話佢哋喝咗細佬三四聲，叫佢放低刀同埋鉸剪，之後就開槍。嗱、呢度佢冇講，佢細佬有冇衝出嚟啊？如果佢細佬係喺入邊，佢哋係隔咗條走廊，鐵閘開住嘅，喺出邊。哇！咁呢個又係另一件事喎。又係喎，即係又另一件事喎。啲人係假設衝埋嚟。係啊，今晚入邊唔係咪開槍咯？係啊。原來而家講咧，我哋睇呢度咧，還原一件事咧。啊！我唔知呢個還唔還原到啊？因為即係佢哋兩即係講。最少一方面嘅口供啦。係啦，一方面口供。好啦。原來咧個細佬咧，大家想象咧，通常我哋咧啲屋咧都係會咁樣噶嘛，入到去有條巷，可能有咩廚房啊，然後個鐵閘啦嘛。三個差人救咗佢媽咪出嚟之後咧，喺出邊揸住桶牌同埋棍。細佬咧見到差人好驚，入廚房攞把刀出嚟。嗱呢度冇講到話佢衝緊出嚟噶嘛。就差人話：喂，唔好喐啊，放低刀同埋鉸剪。啊，喝咗三次聲之後就開槍啦，再打心口。好啦。母親在門外親倒過程悲憤不已、啊、繼父呢就因為警方勸喻一直是留在房裡面的沒有出來的、阿哥認為三個警員手持長棍和桶牌、在這個 1.5 距離內呢應該是有更加多的選擇的、為什麼離去這麼遠 1.5 就不是很遠就是六七尺、為什麼直接射心口呢、這個我覺得真的要找死因言順死因言順咯，就唔好咁快講定咩合情合理，即係永遠唔錯。可能你真係冇錯啊！我到而家都咁講，但係就唔好咁快咁下呢個判斷。嗱，開槍，即係射邊咁啊！啲人拗啦，其實呢一下使唔使開？冇錯啦，其實使唔使開咧？我就最唔明白啊！第一啊，射成有色龍嘅鏡頭，唔知點解唔係拎出嚟咯？佢今次係完全冇人睇啦嚇。即係你應該知道會處理呢啲 case， 而家你會唔係啊？你而家行必冇開啦，其實都兩個。我而家你行必都要鏡頭啦，係嘛？係咯，隨時戴住噶嘛。咁我哋掉咁多錢嚟做乜撚嘢啊？嗯，啲即係嗰啲好貴啊，大佬，唔做多錢㗎。好撚大鑊啊！嚇，老實講啊，我都係嗰句咯。當我哋都未去質疑嘅時候，你個大 Sir 同埋阿一哥就已經話喂合情合理，合情合理，反而令人哋懷疑添。嗱，而家又多咗啲資料啦，嚇咁啊，快啲開請緊言訊啦，嚇、好啦。咁另外呢一個咧，我話呢個伯伯就我諗都唔好咁快開心住喎。話説係咩事咧？六旬老翁前年同老婆獲派深水埗白田村一公屋，話正喎。房委會多次隨機上門抽查，就見到冇人喺單位入邊。我哋講過呢單新聞嘅，就向佢發出呢個遷出通知書。老翁上訴失敗，入禀申請司法覆核呢個房委會嘅決定。咁啊，話老婆會要照顧患癌嘅仔，同埋疫情喺內地封關，而佢因為工作需要咧，就冇喺個單位度過夜。咁啊，法官高浩文咧就頒下判詞。認為上訴審裁小組咧冇充分考慮到老翁個環境，同埋已經將成身畢生嘅積蓄裝修單位啊，同埋妻兒未來港嘅原因，下令房委會要重新考慮佢嘅收樓決定。咁大家記住，勝訴係唔係話唔收得樓，係
叫房委會重新考慮呢個收樓決定。即係以房委會嚟講咧，以呢班官僚咧，佢係有權可以喂我繼續係唔俾你啊！你出緊帳啊？咁當然你問我咧，多數都俾㗎啦。如果唔係人哋又冇再復核多鑊咯，你又要即係你都攞唔到啲咩特別原因。咁呢啲就睇佢有幾多證據㗎啦。咁大家信唔信㗎啫？我哋又唔好話真人富貴驗人窮啊！睇咩事先？蔡偉立喺竹管度做嘅麻竹管啊，答辯人就係房屋署上訴審裁小組同埋房屋委員會判詞話。嗱，呢個蔡偉立咧，2022年1月起申請就好長啦，2022年1月起都係兩年幾前啦，就開始租用涉案白田村網權樓嘅公屋單位。嗱，根據蔡同埋房委會簽訂嘅租約咧，阿蔡偉立咧係要同埋佢老婆同埋個仔長期喺呢個單位度住嘅。佢老婆同埋個仔咧就2016年咧就攞單程證嚟香港噶啦。2016年攞單程證嚟香港，2017、2018、2019、2020、2021、2022、2023年咧就應該可以申請公屋嘅。咁但係佢哋咧喺2022年1月咧就開始租用啦。咁我就只能夠理解啦，或者阿蔡偉立一早申請咗咧，香港人嚟噶嘛。嗱，我未申請過公屋，我唔知啊。咁一早申請咗。中途家人使唔使再排個隊咧？定係點樣咧？我唔知道。如果唔係就有啲奇怪。佢老婆2016年同個仔啊落嚟香港啊嘛，咁唔係要7年先申請得嘅咩？你有咩特別原因啊？定係你個仔本身係香港出世？咁就唔係攞單程證啦。啊，好啦，兩個人咧諗住咧，佢哋幾人咧諗住單位裝修後咧就搬入去，但係個仔咧喺2022年8月。被診斷患上癌症，嗱，即係收咗樓，咁可能要裝修啦，又或者入去住過下，我都唔知啦。總之八月就患上癌症，喺內地接受治療，咁撚得意嘅，要翻生 cancer， 反而翻大陸醫啊。同時因為疫情關係封關，阿蔡偉立個老婆咧就喺大陸陪佢個仔，啊，令到個仔個病情改善嘅時候咧，佢先搬入個單位。好啦，房屋處就發現。在2023年8月至11月，其實大家看翻個 timeline， 2022年1月起租用呢間屋，2022年8月咧，佢個仔就被診斷患上癌症啊。咁如果2022年8月咧，佢個仔喺入邊間屋入過去住都難講，因為要裝修要成啊嘛。又或者入過去住個短時間啦，但係又發現有癌症咧，就翻返大陸住啦。anyway， 好啦，住咗幾耐咧？我2023年8月至11月。房委會係發現佢非長期居單位嘅。喂，2023年8月同11月咧，好似冇封關嘅咯喎。嗯，係咪啊？曬啦，通過關嘅咯喎。房署係發現佢2023年8月11月喎。好啦，於是乎蔡偉立向房屋署解釋，房署突擊查房嘅時候咧，喂，佢就出去做嘢，個仔咧就喺大陸醫病。個老婆咧就陪伴佢，但房署拒絕接納佢嘅解釋，就發出呢個遷出通知書。蔡偉立就收樓決定提出上訴。OK， 咁啊，上訴裁判小組嘅3名成員考慮到，阿蔡偉立案發嘅時候話因為工作未能長期居住喺涉案單位，而佢阿蔡偉立個老婆同埋個仔咧喺2022年年初。至到2023年9月都未曾入境過香港，即係話咧，嗱佢哋2022年1月攞到單位噶嘛，一直喺2021年9月都未入境過香港，啊，而且大陸有住處，認為佢一家對涉案單位冇急切需求，所以2比1裁定我咧，阿蔡偉立要交回呢個單位。OK， 嗱，我哋去到呢度先。如果用啊呢、這個房委會。呢、這個審裁小組去睇咧，喂，我2022年1月租間屋俾你，而家去到2023年9月，即係差唔多兩年喎。喂，你個老婆同個仔都未入境過香港喎，即係佢。喂，我真係會好懷疑喎。有冇需要喺香港住咧？係啦，我真係會好懷疑喎，係嘛？好啦，咁上到去個老豆又唔喺度喎。嗯。係咪好懷疑啊？個老豆可以做嘢，又唔成日唔翻嚟住。係啦，
話，因為你突擊過幾次喎，都冇人喎，啊，好啦，法官高浩文考慮到單位完成嘅時候咧，單位完成啊，裝修好，原來咧阿蔡偉立嘅工作地點要裝修，即係麻雀館要裝修，所以咧就老細叫佢喺嗰度過夜，所以咧 ，OK， 阿蔡偉立咧就唔係話啊俾租。在個工作地點度過夜，反而係因為要 OT 先喺工作地點度過夜。而且咧，啊蔡偉立亦都確認咗喺工作地點裝修期間咧，佢都有翻到涉事嘅單位度做清潔嘅。啊，至於佢個妻兒，因為兩個人疫情嘅外遊限制，同埋個仔個病情需要被困喺內地，所以喺內地租屋居住亦都係可以理解嘅。嗱，呢個咧就啊～你不如話病情就仲好啲，就唔好講個疫情啦，開關啊，咁啊，只要你攞有冇證明咯，你係咪真係生 cancer 啦啊？咁啊，所以法官最後提及咧，佢話咧，房屋上訴審裁小組咧，如果能夠重新考慮啊，咁啊，涉案公屋嘅裝修工程咧，因為亦都因為疫情而延期。啊，蔡偉立亦都花大半生嘅積蓄為公屋裝修咧啊，咁啊，睇下佢哋會唔會再收樓啦，考慮嗱。啊我覺得個上訴審裁委員會咧嗰個決定唔係做出嘅，你問我。但係咧，你話呢個蔡偉立係咪真係呃咧，或者點樣？我都唔夠膽肯定。嗯。但睇個 case，我都唔夠膽肯定。我只係話，可能人哋判嘅時候，你唔係最需要嗰、那個居屋嗰個人咯。即係你問我，我會考量幾樣嘢嘅啫。如果上訴審裁小組嚇、啊，第一就係咧，喂。我真係上去睇下佢間屋裝修成點咯，有幾多錢落去咯。第二就真係攞好簡單，就睇呢個仔係咪 cancer 咯，唔使講嘢噶啦啊。因為老實講，你話嗰個二比一，即係有起碼有兩個都認為，喂佢可能係真係唔係好需要間屋喎、啊。可能其他人比你更需要喎、啊。人家要更需要喎、啊。佢但係有陣時又咁講咯，我唔知啊。你問我如果係我？是蔡偉立咧，如果我係諗住咁樣嘅咧，佢係咪會夠膽上訴咧？仲佢仲咁堅決喎，就覺得你隻氣壯喎。但我唔能夠用我嚟講啊嘛，有啲人面皮真係七尺厚啊嘛。佢話即係佢工作嘅麻雀館裝修要喺嗰度住，其實都奇怪㗎。我都有啲奇怪。其實奇怪㗎。裝修得幾耐咧？啊，唔係就算裝修耐都好啦。對裝修成。你使乜有個老細唔會話喂？而家裝修阿立啊，你夜晚喺度睇住啊，冇需要㗎，咪拉閘咯裝修。我話好撚奇，係咪好奇怪啊？呢、這個都係 anyway 啦，啊咁啊睇下佢，所以我都唔好開心住咯。我覺得阿立哥頭先講開始咪話，喂而家叫佢叫房委會再考慮啊，唔係話叫佢俾翻屋你啊，大佬啊。好啦，嗱、啊、呢單嘢咧就奇怪啦。咁我就冇睇嘅，咁啊大家網友可能有睇啦，東張西望啊。咁啊，琴日咧就報道土瓜灣有色狼橫行。土瓜灣？冇錯。嗱、啊，據報道話咧。土瓜灣近半年嗱，呢、這個伯伯應該可能住咗好耐啦嚇，多次喺街上面扮唔小心撞到女人，實質就懷疑好似想抽水。有女街坊仲提供埋閉路電視嘅片段，清楚見到呢個伯伯咧用手擦過佢嘅臀部啊，而節目組咧亦跟住伯伯，橫掂都係啦，通常上網拍攝呢個行為，發現伯伯好奇怪喎，淨係會因為年紀大啊。撞到女士嘅啫，佢男士咧佢就會避開嘅喎。啊，咁東張女神黎歡兒出動採訪，仲要俾伯伯鬧添。黎歡兒何許人也？我俾陳同學睇相。好啦，東張西望接獲報料，話土瓜灣街坊話近半年有位伯伯成日扮唔小心撞到女途人，質疑佢行為屬於非禮。有一個喺土瓜灣做嘢嘅女士分享，早前佢喺店外調校電視嘅時候。被涉事嘅伯伯用手擦過佢個臀部，佢話當其時街上面人流唔多，佢又怕阻礙行人，於是乎咪向前踏上一步咯，讓條路俾伯伯咯。好啦，因為佢係調校電視啊嘛，咁後來睇翻個閉路電視，發覺清楚見到嗰、那個伯伯咧係見到佢喐之後咧，即係有喐咧，自己咧就向嗰個女士嘅位置靠近一步，然後咧伸隻手出嚟，即係咁樣，即係專登揩過去啊！個行為似乎係故意嘅喎、哦，個女士當下已經上前警告伯伯，對方就淨係裝瘋賣傻，似乎想扮聽唔到佢講嘢。嗱，講真，各位網友，我哋撇開呢伯伯呢單嘢先，
我哋對呢啲咁嘅非禮咧，係絕對要堅持立場，係不恥，係冚家產。嗯、但係大家問心自己，喺人生一個流流長嘅歲月入邊，有冇試過？譬如喺啲啊好逼嘅地方 ，OK， 或者覺得自己好安全嘅地方，於是乎有意無意咁樣嗨個對方，嗱、未必一定係胸啊、臀啊嗰啲嘅，可能係手啊、頭髮啊，甚至乎條裙啊，即係行行下突然間，咦？嗯，唔係啊，好逼嗱，譬如有時你好醒啦，我已經扮到咁樣啦，扮到咁樣啦，我幫你搭住個地鐵，哇！捉埋曬啲手腳，費撚事人哋咧，唔係費事人哋，即係有陣時我哋會咁樣啊。好啦，但係你有陣時會見到，咦，嗰、那個女仔有陣時係個判斷咯，又踢波咁樣，人哋斬個波埋嚟嘅時候啊，個波未落已經走位噶嘛，判斷噶嘛，呢啲係即係等於我哋以前搭巴士，以前唔排隊噶嘛，見到個巴士依十二號 A 就嚟喎，嗯，睇個車速，報定啦，報定啦，巴士停邊度？係啦，嗱，非禮都一樣，你見到條女咁嘅時候咧，咦，唔知點解有個 sense 噶。我聲實覺得佢可能會撞埋嚟，於是乎咧，你唔使身唔使咁樣嘅喎。於是乎咧，其實較早時候地，較早時候地咧，已經去到一個有利位置啊。譬如講，等佢撞埋嚟啊，佢一撞埋嚟，sorry， 哦唔緊要，你仲要縮一縮喎。即係嗱咁樣咧，保證咧，就算有天眼影到大家咧，大家都唔會賴嘢。OK， 嗱各位問心喺你終生一生人入邊。有冇試過？嗱，我就最憎呢啲行為嘅。嗯。有冇試過啲咁樣嘅咧？我首先我答先。我覺得我而家我唔記得太細啊呢啲。我覺得我有，我覺得我有。覺得有。我覺得我有。有。因為點解咧？我係人嚟噶嘛，我唔肯定，因為我好撚討厭呢啲嘅。係。但係有陣時我會唔會有咧？喺我成世，譬如十幾歲、廿幾歲，啊，因為好多時咧，人拉埋嚟，我反而會縮嘅，我真係會縮。但係喺我成世人入邊，我真係我唔夠膽肯定，我所以話可能，我唔夠膽肯定我冇做到。我對呢啲冇乜印象，我係對反而行下前面個阿姐手一拍拍到條腸。哦，嗰啲係啦，或者係我行下突然間我個靚女面對面撞波餅，佢撞我。即係我哋會梗係未至於話你即係咁樣專登去嗰啲啦。但係有陣時係咪會有咧？真係有陣時有嘅，係嗱，但我都唔夠膽講我肯定冇或者肯定有，因為理論上我就。因為我冇乜好奇嘅對呢啲嘢，但係有陣時係為係咪會咧嚇？咁啊，同埋咧，男人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啊！男人喺呢一方面咧，特別係啲咁嘅鹹濕佬啦。嗱誒，而家我哋開始年紀大個，對於溝女個信心係細咗。但係其實咧誒、你當真係嘅，你溝女真係講信心啊！我真係覺得係好重要啊！我同大家講，雖然啲人誒靚仔咪得咯，誒、有錢咪得咯，其實。當然是著數啦，我再真係同大家講一次，你有信心，機會就喺度嘅。嗯，你諗下，我哋倒翻轉頭講我哋男人先，你唔使一定要條女屌你咁個個廿二歲暑期你先食噶嘛，好多女都是撚蛋啦，拍下散拖食餐飯啫，冇所謂啦。喂，女都一樣咁諗嘅啫嘛。嗯，係咪啊？但係。喂，你跟住出去嘅時候就可以好多表現噶咯喎，其實對女仔咧冚咩呃蝦條啦，或者你講點都好啦，其實咧真係細心關心就 O K 噶啦，扮都好啊，即係 general 啦，你嘅若代即係比若狂嗰啲唔好講啦，扮都好，啊，喂咁夜我送你翻去啦，唔使啦，唔緊要啦，又唔係我行架車行啫，喂你啱冇車，我送你翻去啦，搭巴士。都唔緊要噶，點解？因為咁夜，同埋唔好咁心急。屌你老母呢頭上巴士，其實屌你老母，屌你老母，仲要上揸波刮閪刮閪，屌你梗係唔撚得啦！就算本來想俾你揸，你都唔應該啦，係咪先？喂，唔係你唔使咁急，送佢翻屋企。老實講，你送得翻屋企，喂得啦，你上樓啊，你翻到上樓你 WhatsApp 我啦，即係睇住入大閘走。第二個下個禮拜公司又譬如話個禮拜公司平均都係星期四開會夜啲嘅，你送多一次，佢忍唔住啊！其實點解你咁好嘅？你對個個都係咁㗎？做咩啊？我咁住咁遠，冇啊！你一個女仔咁，而家啲治安就咁樣啊！我又順路，跟住我搭翻小巴嚇、香港仔喎呢度，你筲箕灣喎，是但啦，你都唔需要特別講乜嘢。喂、好啦，當然啦，如果你口舌辯級嘅，咁
我計緊關心，我梗係關心你啦。你話如果唔關心你嘅，就點會咁樣送啊？真係好順路咩？咁呢啲你自己發揮。係。喂，所以咧，你去到搞到要非禮，真係屌你老母！我覺得真係好撚慘啊！黐佬賣佬，屌你老尾！唔係我呢單嘢，我不值得講添啦。屌你咩？佢呢啲就係點解咧？佢幾 high 啫？唔係啊，你唔好理佢呢啲好撚過癮，佢好撚過癮啦。佢扯旗，因為佢唔會，佢唔會，佢冇扯旗噶。佢唔會，啲人又唔會咩嘅，白白啊嘛，老啊嘛。啲心癮佢仲撚多啊 ，high 呢個又想 high 佢。好啦，嗱跟住咯喎，有接受訪問嘅女街坊話：白白嘅鹹豬手喺學區內好出名噶啦，經常扮唔小心撞到女性。被指曾經撞女途人個胸部同埋臀部，而且目標不分年齡。有曾經被摸嘅中年婦人受訪表示：，梗係明顯啦，不過已經行咗去啦。咁我通常，唉，我哋都唔會出聲噶啦。有男街坊亦都話，留意到伯伯每次經過女士身旁都會喐喐隻手，亦都有後生仔更加斥責伯伯嘅行為。我覺得呢個年紀唔係問題咯。始終你係非禮就係非禮，唔好同自己去道德綁架啦。喂，後生仔你知道嘅，一早要屌你拉鳩佢啦，影鳩佢，影鳩佢相啊，係嘛？死鹹巴。係啊，唔係你未必做到啲乜嘢啊？但係當你斷正咧，嗱，譬如你哋真係要唔好屈人。嗯。咦？屌咁撚樣喎，真係咁樣喎。喂，行過去真係身，喂真係屌你老母閪，屌鳩佢啦！你唔咩都好。鹹濕佬，鹹濕白褲，鹹濕佬嚟啊！我係你死人嚟啦！屌你老母八九十歲，屌你老母閪個乾人啊！鹹濕佬臭死鬼，鹹濕佬，鹹濕佬摸完人哋翻屋企打飛機，飛機打極打唔起，然後繼續摸，戇鳩鳩嘅鹹濕佬啦！喂，激撚落去屌你老母閪！呢啲咁樣爆血管啦！喂，我話時話我試過屌一個咧老鬼咧，我講過噶啦喺度，即係嗰陣時你去選舉啊，係我屌撚到佢。真係塊面紅撚，我幾撚驚你死撚咋！但係嗰陣時我收唔到口啦，佢都話係咁喎，你唔好講啊，唔好講啊，你個冇陰功啊！即係我話用咩趁地淋啊？你八廿幾行撚開啦，屌你老母閪！八十幾都俾你咁屌，咪屌鳩佢咪屌鳩佢咯！哇，好撚閪啊！屌你老味，你個老男嚟㗎！好啦，即係話人對變老了。唔係啊，我話屌你老母，你扮乜撚嘢熱心啊？屌你老母，你就嚟問到哥喂！屌你問咩親地臨啦，問到屌你問到棺材香噶啦，屌你老母你唔係生 cancer 就屌你肝癌噶啦，唔係肝癌就屌你老母閪乜撚嘢乜撚嘢一大輪係咁啊屌鳩佢咯，你仲諗住屌你老母閪？喂，所謂選賢能啊嚇，同你為你服務，服你老母咩？去保福山，屌你輪定個輪定個炒，屌你排上去，哇！跟住佢自己興啊，屌你老母閪，啲老嘢好撚就忌噶嘛。好啦，呢啲口業嘅，所以要做多啲功德啊。好啦，東張西望攝制隊，於是乎跟住伯伯。直情偷拍喺佢咪跟住佢嚟拍，發覺伯伯咧，哇大兩幕亂過馬路，周圍小便，哇咁撚勁，周圍小便係啊，呢個伯伯好勁啊，呢啲要更加見佢喺短短幾分鐘嘅路程入邊撞到七八個女途人，哇好密喎，好撚密㗎，要斬，似乎有好心人，而且動作非常自然，佢咁靈敏，似乎係慣犯嚟㗎啦。佢唔小心撞到目標，全部都係女性，主攻手部同埋臀部嘅位置。當有男士靠近佢咧，佢反而反應極快，會凌波微步咁縮緊開嘅喎。咁撚真係連冚家鏟。好啦，伯伯除咗出手，亦都出眼。每當有女士走過去眼前咧，佢必定用眼 scan 對方掃描啊，全身。咁出眼就行過髮型屋，見到穿短褲嘅女客人咧，乾脆企喺門口隔住玻璃去裝對方嘅身材。可謂明目張膽。好啦，東張西望派出主持，東張女神黎歡兒追訪伯伯，見到伯伯坐低休息，就上前去問佢：喂，你做乜嘢故意撞人啊？有咩目的啊？點知伯伯突然發難：你喺度做乜嘢啊？嚇，講乜撚嘢啊你？講乜撚嘢啊？咁黎歡兒咧都好奇：阿伯伯你做乜嘢咁激動啊？嗱，咁今晚咧東張西望咧就會播出阿歡兒追訪伯伯。同埋上門訪問伯伯家人嘅片段，係啊，佢家人都唔知點唔係喎，未必嘅喎，可能條老阿伯啊點樣嗱，其他相我哋唔睇得多，我睇下睇下伯伯先，一張相夠啦，屌你老哇，擺到明係專登啦，屌你老母，你咁樣咬佢，拉坐監，咁樣咬佢坐三個月啦，係嘛？因為點解咧？你正常隻手根本唔會咁咬開咁行路，呢啲係要俾人打喎，屌你老母閪！打佢又唔會㗎啦，啲人點解咧驚打死佢啊？屌你咁樣冇，好休息陣。